大家好，我是 Jerman， 今天要各位带来的这一支影片呢，可以说是临时起意决定要拍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人位在圆山饭店的12楼，然后呢，在他们的圆山行馆前面。圆山行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的总统套房。主要是因为我这一次是本来拍一个特别企划，是带着妈妈来圆山饭店住一晚。然后我们来这边住的时候呢，他们的公关很热情，我就跟他聊天，他们提到说可以带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总统套房。那他们的总统套房呢，尊爵不凡，定价是这个台币45万，可是你还不是有钱就住得到。他说平常其实是不开放的，然后他讲的是真的，我有真的自己上 booking.com 啊，我自己上圆山饭店的官网啊，我去找那个选项，真的找不到。你最多只能找到那个边间，就是那个 corner 的那个1晚36000，你找不到45万圆山行馆的这个选项。所以他说平常只给真的国家元首或是重要级的这个外国的外宾或者明星，他们才能够入住，然后里面高达280平。然后我们就进去参观一下好不好？来来来，很猛哦。哦，各位，我们现在进到传说中的总统套房，然后一进来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个很完整的门厅，这个门厅的大小比我之前去远雄95还要更完整。你可以看到这已经不是什么放不放鞋柜的问题，这个是很完整的一个大走廊，然后这边就放了一些壁画。然后呢，圆山的工作人员有特别跟我讲说，这里你看到的字画，然后还有家具等等的，很多都是古董，很多都是这个我们的蒋先生留下来的，所以不得了。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里，就是我们之前豪宅有跟大家介绍过，就是豪宅只要够大，上厕所会成为一个烦恼，你就要走很远。所以呢，一进来一样是转进来就有一个完整的厕所，这边有一个马桶。然后他们说这边除了就是你有的时候尿急啊，可以就近上厕所之外呢，另外一个优点是随护，可能保镖啊、随护啊、秘书可以在这边上厕所，不会跟里面就是受接待的这个贵宾用到同一间厕所。都光这个厕所就蛮大的。那从厕所出来之后，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大的，算是他们的宴会厅。因为他们说这里的设计本来就是国家级的元首会来这里住嘛。那其实来这里住，其实说真的，大部分的国家元首不是来爽的，不是来度假，他们一定来这边有很多会要开，或者是很多重要人物要见，所以这边是算是他们宴会厅，也可以是会议厅。然后用的都是依旧是圆山风格的这种中式的家具，不过这边等级这个房间的应该又更高阶一点点，就是可能真的有一些厉害的人物坐在这上面讨论一些国家大事。小时候就是看一些历史课文啊，里面提到说国家元首跟国家元首见面讨论的一些事情，可能就影响到几千万人、几百万人的命运，可能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讨论的。那跟我带我妈住的那间房间一样，它有非常大面积的落地窗，这里的阳台一定更夸张。那我们就先看房间的部分。那这个房间更厉害了，我带大家进来看一下。那各位，我们进来，这个是总统套房独立的办公桌。然后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气势不一样？这边特别还有一个明板写着：“此书桌为先总统蒋介石先生日理万机所使用的办公桌。”就坐在这里。哦，这个蒋总统、蒋先生就是坐在这里批公文的。那不过他们说那个时候其实是这个书桌是蒋中正他们真的在用，但是不是在这个位置，就是其实这一个总统套房，这个蒋总统是没有住过的，是他们后来把蒋家的一些家具、一些文物挪到这个房间。不过这个就是如果入住的人他要办公文啊、签公文啊、批改一些文书，就会在这个位置。然后旁边还有很多位置哦、喔，所以旁边这些位置不知道是干嘛，可能叫一些部长在旁边。这边听他讲话哦，总统在这里，我是不太敢坐这张龙椅啦哦，我们就坐在这里听老板讲话，坐在这里乖乖听他讲话。然后你在这边批公文的时候，你面对的就是整个台北市。当然，这个 view 其实跟我的房间 view 也大概这么好，就是有河景，然后有松山机场的景，然后也可以看得到信义区啊、101啊等等的。所以这个是他们的这一个办公
光是办公的一个房间就超级大间，然后接下来另外一个宴会厅，哇，这个宴会厅也超大。那这个宴会厅跟刚刚那个宴会厅的差异在于，大家看刚刚那个宴会厅，它是有桌子的，所以其实理论上厨师啊什么是可以把餐饮啊带到那间，那间可以吃东西边吃边聊。那这边应该就是真的更正式的，就是可能主人或是总统就会坐在这里。大家有没有常常看到一些政治新闻？就是例如假设我是假设这个位置是总统，那个位置是外宾，然后两个人就在这边聊天，就坐在这边聊天。好，然后这旁边也是可以坐很多人，所以这边也是另外一个宴客厅的感觉。那放了一些兰花啊，就是让整个房间的气场稍微的温柔一点点。不然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你从刚刚逛过来，你就会觉得有一种很严比较严肃一点点的氛围。然后它这个墙上也都挂有一些壁画，那这些壁画听说也都是大有来头。哎，这边有一个吊灯，这个吊灯开了就暖色系的光照下来，就稍微温柔一点点了。各位，我们在看到客房的时候，你会先看到这边有一个走廊，然后这个走廊呢，隐约可以看到是他们说是管家的茶水间。你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调酒，就有的时候毕竟外宾来，可能想在这边喝一点酒啊，喝一些茶什么的，管家会在这边做料理。然后这一个门就是专属这一个房间的电梯，私人电梯。那这个算是总统套房的标配。我之前去其他饭店的总统套房，基本上一定都会配一个隐私性很好的电梯，那就在里面了。不过有点暗。反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边有一个专属的电梯，有一个专属的这个自己的通道，跟外界是隔离开来的。那我们接下来去看总统套房的人都睡什么样的房间。各位，首先我们看的这一间还不是主卧，还不是主要那个贵宾住的。他们说这个不叫次卧，这个叫做公主房。什么意思呢？就是来住的是国王嘛，那给公主住的就是这一间，这间可能是公主睡这里，王子睡这里。那我觉得也合理啦，就是有的时候外宾来可能也会带他的亲信啊，带他的小孩子过来，所以就会睡这边。然后这边也都是很中式的，挂了一些壁画，那很大啦，没有太多太复杂的配备在这里。你看这边空间其实是很大的，所以可能可以在这里做个瑜伽啊、拉拉筋啊、皮拉提斯啊等等的。不过你可以看到他用的包括化妆桌，包括了这个行李柜，其实都还是中式的。那这一个公主房，它拥有自己独立的卫浴，哦，它是大套房。那但是整个套房就是浴室的配置，跟我们自己住的边间的那一个浴室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就不多做介绍了。各位，接下来到底总统平常住什么房间啊？给大家看一下。也是超大的，光这个房间感觉就有20平左右。然后这个就是总统睡的床，真正的 king size。就是我觉得我不敢说我去过很多总统套房，但是我去过几个五星级饭店的总统套房。通常总统套房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它最贵。可是我觉得圆山饭店的总统套房是最有资格叫总统套房，因为他住过真正最多的总统。但是我那个时候跟他们聊，他们说他们名字不叫总统套房，叫做圆山行馆。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其实可能这其实算是一种贴心，因为有一些层级可能是部长级的或是副总统级的，那如果他来台湾住的名字叫总统套房，可能他回国那个国家的总统真的会有点不开心，或者是那个国家没有总统，是别的什么总理啊、总书记啊什么的，也有可能。所以我觉得很有道理，所以他们反而不叫总统套房。这个床是真正的 king size， 因为真正的 king 就是真正的王是睡在上面。我不讲一讲我都不太敢坐。反正他们说这个房间有很多家具是蒋家留下来的。首先可以看到这两张椅子，他们就说一龙一凤。然后呢，顾名思义，龙就是这个现总统蒋公坐的位置，然后一个就是蒋夫人坐的。他们说这个是龙，然后这个是凤，然后有一个传说啊，说坐上去可能会头晕，因为如果你不是天子的话，不能乱坐这个椅子。所以我们在旁边看就好，就旁边看，也给大家看一下，这是蒋家留下来的家具。然后呢，这个是在房间里面的梳妆桌哦，这梳妆桌很大之外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都没有。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是真正的古董，然后我刚刚问他说这也是蒋夫人留下来的，这个位置当年就是蒋夫人真的坐在上面化妆，然后呢他们说蒋夫人会化妆化一化转过来跟蒋总统讲话哦，我是很想坐上去试试看啦，可是被他们这样一介绍就觉得不太好意思，不太敢。反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正常家里现在肥宅电脑的那个电脑椅都可以旋转嘛，那当年古董椅就可以这样子旋转了，对，然后就坐在这里化妆，然后这个他们说这个灯也是蒋夫人留下来的，我们继续看一下主卧的这个浴室哦，很厉害哦。首先进到浴室呢，浴室的边边就是你上完厕所洗完脸，这边又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更衣间。这边除了可以放大量的衣服之外呢，这边又有一个梳化间，然后在这边梳化的同时，这边他们说这个也是蒋夫人留下来的珠宝盒，然后我就问他说那里面的珠宝呢，他们说不知道，可能在蒋家哦。然后 Chris 你有没有发现进来都有闻到一个快木的味道？他整间的就这一间，尤其是这一间用的木头应该都是快木，就是现在应该是禁止，台湾的快木应该是禁止砍伐了。然后它这一个浴室非常的大，你从更衣间直接通过来，你就会看到这边又是洗手台。然后呢，你看它这个洗手台的旋钮不得了，它连转的地方，就是当年那个年代的顶级装潢也带有一点点欧式，哎，哦，有一点点欧风的感觉，老的欧风的感觉。然后这边洗手台之后，里面完整的卫浴用品，有两个看起来像马桶的东西，但反而不是免治马桶。但我相信圆山饭店要把它换成免治马桶一定也可以，可是它应该是刻意想要留这种复古式的完整性的卫浴设备，所以它反而之间用的不是免治马桶。然后这边有一个按摩浴缸，然后很特别的是这个按摩浴缸还带头枕哦，所以头可以靠在这里，不知道有几个元首在这边泡过澡。然后这边有一个雾面的落地窗，让浴室里面有一个天然的光线。现在把灯打开来，对，把灯打开。然后总统套房必须要有的三温暖，这里有一个烤箱，当然面积不大啦，可是里面应该坐两个人是 OK 的。那除了烤箱之外呢，还有一个完整的淋浴间，然后提供的备品一样是爱马仕的。好，那看完这一次的圆山大饭店的总统套房之后，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它虽然说有一个定价，可是基本上呢，你一般人付钱也是很难住进来的，一定要通过他们的资格审核，或者他觉得你是外宾够格，他才会让你进来住。那我觉得会花得起这个钱的人，可能大部分人想要追求的还是会比较新的那种总统套房，或者是它拥有很科技感啊，很多新的硬体配备的。那圆山饭店的圆山行馆，我觉得非常的有历史意义啦，所以如果我觉得它空下来，然后留来招待外宾，我觉得是完全能够理解的，因为真的是会觉得说可以感受得到中华民国的那个历史的那种传承啊的那种感觉在里面。那我自己进来，我会觉得说哇，很像在逛一种博物馆，很像在看真的历史课本的那种模样。可是你要问我说我敢不敢住吗？我可能我一开始就觉得说，能住当然很好。可是后来就觉得说，哦呦，这个地方的气场，甚至我椅子都不敢乱坐。我要确定说这两张椅子是客人，可能比较属于客人在坐的，我才敢坐。就是要我自己一个人住，或是要我跟家人或是带朋友来住，我觉得我可能也不太敢。那很有趣的是，大家可以看到外面的这个阳台，外面的这个阳台，他们说李光耀住在这间住了二十几次，李光耀很喜欢圆山大饭店。台北在下雨的话，李光耀会绕着这个阳台跑步，当作运动。所以是这边真的有很多国家元首住过，他们说超过100位以上的这个国家元首住过这一层这个总统套房。那也是非常开心啊，至少过来开开眼界。虽然说应该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都没有机会住到，但至少我们有来过了。好不好？那我有一个比较适合一般人、比较平民的，就是我带妈妈去圆山饭店住一晚的另外一支影片，我们之前已经上了，大家欢迎回去复习一下。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还有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